强调鞍山地教参道亲自动手做的石龙教育，讲真适合亲自共享的体验活动。为此哦，这个中华慈爱教育院就特别安排漫飞天使乐餐来体验到满水果的趣味，再来动手做出美味的糕点。就算天气真炎热，但是这阵漫飞天使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之下，这回行入去往来餐，亲自体验慢往来。因为没有体验过，然后第一次来体验摘凤梨的感觉，好玩吗？我们三颗，对不对？会啊，很喜欢带小朋友，就是特别是体验这种，就是平常体验不到的生活这样子。慈爱教育院的组长讲，这阵囡仔拢伫慈爱接受早期治疗的课程，早疗过程当中真重视实际动手做，所以就特别委托分院乡农会来协助安排这座农游旅程，让囡仔有机会到田里亲自体验。其实孩子们他们在认识动植物的部分，有时候可能透过图片或者是实际的食物才看得到。那透过这样实际参与的部分的时候，他们可以更了解说，哦，原来凤梨生长的方式，那还有说他们未来可以烹煮的方式，那透过多元的方式让他们生活更丰富更多元这样子。分院农会支持实在为产地到产地亲自动手做，是石龙教育上重要的精神。透过石龙教育，让小朋友甲家长会当进一步认识食物，也是对食物、生产者甲环境的尊重甲感恩。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来这边体验采凤梨的乐趣跟辛苦，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凤梨是长得怎么样，种在哪里，然后要经过很辛苦的采摘、种植，还有那么香甜可口的凤梨。啊，今天真的很感谢来参加的小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体验农游乐，然后等一下也要到农会 DIY 做一个那个雪 Q 饼。这场专门替漫飞天使甲家长安排石龙教育体验旅程，农会真大心安排囡仔甲家长做伙乐餐慢往来，最后阁教因将即款往来做成点心。台中华新闻张世良分院采访报道。